一个美女粉丝让我帮她向心仪的男孩表白，于是我那个外卖男孩，别光吃饭吃点菜，凭啥长得那么帅？你别觉得意外，压上韭菜扣下来，不是我抢出来。那夜毕业聚会上，两人第一次相遇，并没有各奔东西，而是成为了知己。他陪着男孩摆过地摊，也淋过大雨，本想保持这份甜蜜，万万没想到男孩先有心意。虽然他脸上笑嘻嘻，可是难过已藏满了他心底，分手还陪他散心。虽没去过东京和巴黎，北西铁里也算还可以，每张车票是坐过的痕迹，感觉如意，只是因为那是你，没错过那个男孩就是你。今天他终于鼓起了勇气，穿着白纱裙来奔赴你，不想错过你。抖音。